是成龙。哎，学生嘞，学生嘞，学生，老师生气哦。快点给我去座位上坐好。好。来，成龙背上为什么会有一个壳？因为他想入睡了。不是，因为他要保护自己。因为成龙身上有贝壳，是因为他要保护自己。有危险的时候，就会跑进洞壳里面，然后潜到海里面去避岸。最后的一个宝可梦就是我们可以擦擦，我也可以去玩一个小木竹吗？老师现在在上课，不可以擦嘴。老师，我们今天可以玩溜滑梯吗？等一下再溜。现在最后一个神奇宝贝就决定是你了，它的火龙。是火龙吗？为什么会喷火？老师，我咳嗽了。好好好，你先不要讲。喷火龙为什么会喷我吗？是因为它是火系的。那为什么喷火龙会有翅膀呢？是因为喷火龙喜欢在天上飞呀飞。